刘一大姐，就前两天发你那天抢救的视频，那天看评论区，就是很多评论网友都说刘阿姨注意身体，很多人关心你，刘一大姐。在此感谢大家对刘丽的关心，也感谢大家这么多年帮助救护站，在这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。刘丽在此感谢大家，给大家鞠躬，谢谢你们的帮助和关怀，谢谢。医生怎么建议你啊？现在？医生就是说，就是我不有就是心肌受损嘛，有点像偏向心点嘛，就是，怎么说呢，就是心脏使不上，就是总是不好。那天就是像这种情况，忽然发作已经3、4次了。就是大夫就是建议我吃一些药，中药，现在就是中药维持。然后是现在天天还要去医院吗？我看你去了好几天之前。之前天天去好几天。对，那因为第二天嘛，又有点发现这手有点抽，又去了号号脉，完了又加了一些药。就是建议我就是睡好觉，就是按时吃他给我开的药。就是这样。看小边牧，这边是发起的小边牧，他的故事我们过几天发出来，等他治好的。你说吧。那你看你那个，那你身上那个点是什么情况？一片片的。就是听病，就是天不冷，冬天不冷嘛。那我看到现在家里有50个，就是老弱病残的，就是有皮肤病严重的，没毛的都在被窝冷。所以大姐的手上也都是，就是很多网友就说。都在评论区说，就是很关心你，刘大姐说，让你保重身体，再做舅舅。谢谢，别伤心。就是我在做视频的时候这么强调，是大家希望大家就是有老弱病残后不要了联系我救护站。你看像这狗狗在外头不能吃不能喝呕吐，你说这天还是很冷，你说多遭罪。大家好，这是刘丽小动物救护站，现在我们就是接到求助。有这个老年八哥在这个河五街这附近被抛弃的，扔在一个沙发上。那个发言人发来视频，我现在是到这个地方，我要感谢大家关心刘丽大姐的身体，谢谢谢谢。我正在联系发现人，三单元八号的，啊，对对，你好你好，那狗在哪儿？狗在那个楼上。楼上。我应该是那个别人遗弃它了，就是给它放到八楼顶上了。八楼顶上。对对，应该是遗弃它了。然后我是前天的时候就看见了。前天。前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了，然后我给带家去了，我为了它点那个水，它不吃饭，就给它饭喝，因为我家有猫粮，然后粮什么它都不吃。在八楼是不是？对。然后在就是在我家是吐了几次，然后我看那吐的都是脏水，脏水。我怀疑是因为那个喝了什么不干净的水吧。那谁给他扔的？有我不太确定，我觉得应该是被人扔脏了的，要不然他怎么？你在哪儿捡的？在院子里吗？还是在？我是在院子里，他就是我回家的时候，他就是在那个八楼顶，然后是我对象看见的，有一只狗。八楼顶？谁扔了八楼顶呢？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。他在我家尿了，我先出去遛遛，但我发现他根本上不动楼。他应该，我看你给我发视频，他应该很老了。对，我怀疑就是老狗上不动楼了，然后那个，他一开始扔这儿了呗，就。对对。然后应该回来之后，我正好看见。拉稀。对。然后给他饭粮什么都不吃，只喝水。哪样的那么好，还摇尾巴呢？肚子都瘪了，应该是挺多天没吃饭了。这谁给扔这块来了？还没扔外面，挺好。这帮人扔狗，成习惯了吧？叫的它还能跟你走呢，我当时叫的。它叫啥名？它有名字吗？没有名。宝宝，狗狗。有时候一拍手，还跟我回家。昨天我开门，然后跟我回家。哎，你能抱起他吗？我看看他什么样。不怕啊，好，好走，不怕。哎，好，真棒。
他都多懂事，听话。对，可听话了，受不了了。他爪子肿，我不知道是真的样子还是坏了。这脚好使吗？他走道是刚开始我那个领他回家的时候根本就走不了道，走道都是晃悠。然后我喂了他点葡萄糖，然后就正常能走道了。哎，还能下来点儿，看看。那时候能走道。还行。慢点。来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来。下来来，看看走两步道呢。嗯，但是他上楼上不了，上楼老费劲了。哎，下来快点来。那哎呀，不行，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要带他去医院了。可他肚子就是很瘪，应该是好多天都没吃饭了。这是估计百分之百吧，就姥姥被扔出来了。对，然后可能看的不行了，就给他扔。哎，又是一只老猫。就是咱就说他都陪你一辈子了，这就不能再陪他几天吗？然后那天就回家的时候特别脏嘛，然后给我对象给他简单洗了下澡，洗的干净一点了。那行，谢小姐姐你的求助电话，我现在带他去医院了。行，如果你要看到后续可以看我们的视频。行行，嗯，挺担心的，挺可怜的这个狗。你看这么老了还挺粘人，是不是？宝贝儿，咋样，孙亮？你抽抽洗去。他拉稀。而且你先看他多少岁，孙亮峰。七多岁呗。七多岁。他妈，还有牙吗？有。慢轻点，轻点声，有一颗哈。他走不动道了，让他走两圈。岁数太大了，是不是？双眼球白内障。把谁给扔出来的？就是有病给扔出来的。看大家看他化验单已经出来了，很重啊，大脏器衰竭，多脏器器官衰竭，胰腺肝肾都已经衰了，就到最后期了。嗯，吐啊，没给他治这毛病，都爆表了，爆表给他一两天时间行不行，给他点两天行不行，点吗，但别放弃，就是这样看他这么死我真不忍心啊，给两次机会，给他们机会好不好？嗯，太残忍了，就老了就这么往外扔，扔八楼楼顶上呢，太残忍。完了，狗可自己肯定上不去。哎呀，行了，给他点两天吧。